我那眼神能看见你眼睛就不错了，还有眼神。你说的是找对象吗？找对象的东西吗？神，你快带一个吧。好的好的。是否愿意和对方成为朋友？不是找对象啊，不是找对象，不是找对象。我不太知道这个现在年轻人交友是怎么交，我不是年轻人。有一个人你臭烘烘的，你肯定不就很烦呢。你可以送送他一块肥皂，一块肥皂。你怎么知道我是蔡老师？你才是蔡老师。全家都是。好失败呀、啊，我太失败了。